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摄注品第十五。发心诸菩萨第五圣经圣经经文有十句，我们学到第七句，今天我们从第八句看起第八句是赞叹远离生死轮回，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即彼远离生死轮回。昨天我们学到的第七句也是即前上求下化之分斗。这两句都把这个即放在前面。意义非常的深广。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呢，分动达到了极点了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社会的动乱没有像今天这个现象，而此地特别给我们指出来上求奋斗，下化就是弘法了，也是在这个动乱的社会，这都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看看古来的大德在《大藏经》史传这个部分，古人的道场建立在深山山里，不但远离都市远离都市总几十里，远离村庄附近邻近的村庄至少也有三五里的样子所以人迹罕至他们住在高山上是交通不方便，上山很困难我们不说别的就是我们去过几次的浙江的东铁木山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从山下到山上庙里得走两天了现在方便了，这个汽车可以开到半山然后再走差不多三个小时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去拜佛去学教，谁愿意受这样的辛苦那么如果说是
更大的这个道场，啊，像中国这个四大名山，那你要去朝拜就更辛苦了。啊，住在山上，确实非常寂静，没有杂音，听不到杂音。那是一个修行、学习的好处所，现在没有了。现在纵然古时候那些丛林、寺院，现在都开上马路，都架上缆车，便利旅客观光旅游。啊，所以现在这是这个从前的古道场啊，真的是车水马龙。啊，我去看过几次，几个，在90年初。我第一次访问祖国，在北京拜访了赵朴初老居士。啊，赵老啊，跟我是同乡，所以见面的非常亲切。第一次见面，我们在一起就谈了4.5个小时。啊，留我吃饭，陪我去的一行人差不多有17、18个。啊，承蒙他老人家接待。我就很感叹地说，古道场啊，已经不能作为上求下化的场所啊，这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开辟做观光旅游。啊，大家来朝圣。啊，古道场都是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啊，值得人来凭吊。那么真正上求就是我们求学啊，教学的道场啊。啊，弘化是戒严大众这样的道场。我们应当重新建立。我记得我当时还提了有建议。啊，我说最好模仿啊，外国的大学城啊，我们开辟新道场。现在交通方便啊，不需要很多道场，一个宗派啊，一个道场就够了。这一个道场就是一个城市啊，跟外国的大学城一样，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修行的道场。学会啊，用净宗学会。另一个部分呢是教学的道场啊，上学的道场啊，净宗学院啊，这净土宗例子啊，那天台宗呢，天台学会、天台学院、法相学会、法相学院啊，华严学会、华严学院这样子说法。我说中国10个宗派，每个宗派建一个，他听得很欢喜。非常可惜啊，他年岁大了，这80多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我这个想法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啊。啊，确实。我们今天想学习求学，找不到地方。啊，现在我们想弘法讲经啊，对大众来弘法
也找不到地方。国内外一年偶尔有一两次啊，大家发起一个弘法大会啊。那么我这次去吉隆坡是在摄影棚讲经啊，他们建了一个新的摄影棚啊，也听说也有网络啊，希望我去讲一个月。我选了一部经《无量寿经精华》啊，那么这一篇东西呢，是早年我在美国旧金山选的啊，《无量寿经》里面选了60个小段啊，60个小段，最小的段子大概只有两句啊，那是我在旧金山大觉莲社讲的啊，以后同学们从那个时候好像是录音带啊，还没有录像啊，录音带呢写成书了，在台湾又流通，我这一次就想用这个本子啊，预备讲半个月到20天啊，半个月一天2个小时，就30个小时，20天呢就40个小时啊。讲完之后，我到澳洲去一趟啊。这次到澳洲，本来是准备讲经的，先临时改变主意啊，到那边去访问宗教。我上一次去访问南澳5个宗教啊，这次打算呢再访问5个宗教，寻求宗教团结希望，宗教都能够主动的来推动宗教教育，就是宗教教学。希望每个宗教啊重视讲经教学啊，我们访问的目的在此。那么对现前的社会，现前社会是个分动的社会啊，我们迫切需要的呢就是安定啊，中国人所谓的是稳定的啊，就是如何能够化解社会各种的冲突。像一般人常常挂在嘴上的夫妻冲突，离婚就是夫妻冲突啊，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这个邻里冲突啊，一直到族群，到宗教啊，到国家与国家啊，这些事情联合国这么多年来不断在做没有办法化解，这一桩事情必须要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里面要特别重视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要重视这个啊。那么高深的部分啊，像这个哲学的部分、科学的部分，那是少数人，
社会大众迫切需要的就这三种啊，宗教里面的，经典里面的伦理道德因果，有助于化解冲突啊，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我访问宗教啊，目的在此地。啊，那么回来我还是想到这边来呢，继续讲华严经啊，预定呢这一次离开大概是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看到这个第七第八这两句经文呢，我感触很深啊，想到我早年啊，亲近张家大师啊，他给我的时间是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我跟他老人家3年，每一次我去见他，几乎我们都是在定中，说话不多啊，但是印象非常深刻啊，与这个经文上这个集字有关系啊。真诚心，那个心是清净的，那个心不是浮动的啊。今天我们常讲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但是道，你无法起如啊，世间的学术你也学不到啊。所以中国古人教人什么样的心态去求学呢啊，尊师重道啊，尊是尊敬，尊敬心是真诚心，是清净心这样的心态，老师乐意教你，你也完全能够接受，能够契入境界啊。那么你能得多少，那就印光大师讲的了，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两分沉静啊就得两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诸位要知道这个上求啊与沉静的关系就太大了啊，不是老师要学生恭敬，老师如果说是希望学生恭敬啊，要求学生恭敬，这不是个好老师啊。这样的老师你跟他再久啊，你未必能学到东西啊。好老师他看你多少沉浸心啊，他知道你能够吸收多少，他就得给你多少啊。你有十分沉静啊，他给你九分，他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能够啊体会到啊十分，老师只教你九分啊，欠你一分啊。如果你只有八分沉静啊，老师不会教十分。为什么？因为那个两分呢你不能吸收，
教等于白教了，白费力气。啊，所以老师观察学生，他能够学到多少？从这里看。啊，不是老师说你要对我怎么去尊重，没有这个意思。啊，老师用心就是传道啊。你看，他从上一代继承下来，啊，他要把这个道传下去。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做老师的那后是什么？继承他道业的这个人，这种学生，啊，学生多少那没关系，真正有学生能传他道的，这个学生他重视啊，啊，是他的传人。啊，这种缘分得来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啊！啊，学生想亲近一个好老师不容易，缘分。老师曾经跟我说，老师要想找一个好学生能传他的道，比学生亲近好老师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呀！到哪里去找？啊，实在找不到呢，所以就著书啊，把他的道啊用文字传给下一代，让后人读到他的书啊，从书中啊向他学习，用这种方式啊。那么现在呢，比这个书籍的方式啊更方便的是录像啊，能够看到老师，也能够听到音声，啊，再对照着书本，方便太多了，啊，所以现在真学，啊，虽然跟古人比呀，并没有古人那些环境啊，修学环境的，但是现在自己学可以能成功，那就是得力于高科技带来的方便。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科学家啊给我们带来的方便，这个方便古时候没有的啊。遗憾的呢，就是他没有好老师指点他，没有真正啊同参道友能够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少这个啊，虽然少的时候，他的真的能用功，懂得这个方法啊，遵守古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肯定成就啊。重要的就是要一门，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分动就是太杂太乱。啊，一部经，一生专攻一部经，会开悟啊！啊，我们在谭虚法师《隐城回忆录》里面看到一篇这个记载，啊，八载寒窗读楞严，那一门深入，一部楞严经，念了多久？念了八年。啊，楞严经啊，念了八年，差不多也将近念到一千部了。啊，念书了一天念一部啊，一年360部啊，啊，应该是差不多念到3000部啊。啊，谁念的呢？谭老法师一个老朋友，刘居士。以后他出家了，东北人啊，他有感应呐、啊。他们三个人是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你看他
在这个有一天中午啊，这个是没有顾客了，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就见到两个人进来，就是他做梦，那个梦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两个人进来一看呢，熟人，而且是冤家啊，以前为了财务纠纷打官司，这刘先生打赢了，这两个人呢上吊死自杀了啊，刘居士非常后悔啊，你看因为这一点财物害了这两个人自杀了啊，所以也很难过。那么看到这两个人来，是不是来逃命的啊，看到心里还有点害怕，结果看他了，这个相貌举止很温和，不像找麻烦的啊，走到他面前呢，他跪下来了，他就问他为什么，什么事情，求超度啊。这刘居士也放心了，不来找麻烦，来求超度。他就问他，那我用什么方法超度你，他就答应就行了。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两个鬼啊，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去了。这什么力量啊，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功德，他要没有这个功德，这两个鬼魂不会来找他。他就有可见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不需要形式，我答应你，你看他就借他的功德就是这样。这两个人走了之后，接着又来了两个，一个妇女带个小孩，这一看的时候是他前面的太太过世了，那个小孩是他的女儿。这两个人进来了，也跪在他面前问他干什么，求超度啊，跟前面例子是一样的啊，我怎么超度，只要你答应就行。看到这两个啊，这是以前的太太跟小孩嘛，看到也是踩着他的膝盖，踩着肩膀升天了。啊，这种能力是什么？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他心是定的。啊，我们今天学佛为什么有障碍？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心是乱的，妄念太多，外面的干扰太多啊！这种干扰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个外社会上啊，道门太多啊，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法门好啊，你听了之后，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听了之后比较，我现在学的都不如他们，那我得改学他们的。那过两天又听说有更殊胜的，那你就常常在改变，你怎么会成就？所以这个极尽呢就太重要了。佛告诉我们，佛陀入灭之前，阿难尊者带我们问的。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我们以什么人为老师？佛说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就说明
你能持戒，你能吃苦，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两样。啊，又非常慈悲，给我们说了四义法，这个太重要了。四义法第一句，依法不依人。啊，法什么？经典。经典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就是跟我说，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在经典，你要到经典当中去求。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跟释迦牟尼佛依法不依人是一个意思啊。啊，第二个说依义不依语，佛知道，佛法将来红遍全世界，会被翻成各种不同文字。啊，那翻译有没有问题呢？可不可以翻译呢？啊，甚至于一部经有很多种的翻译。啊，我们今天学的《无量寿经》就十二种翻译。那大家所熟悉的《金刚经》，你看看《大藏经》里面有六种不同的本子，一本啊可以翻译，只要意思翻对了，文字没有关系，语言没有关系。以义不以语，你看多活泼啊！我们对翻译、对怀疑、对汇集啊，这个怀疑就统统消失掉了啊。第三个是以了义不以不了义啊。什么叫了义？适合我的程度，适合我现前环境啊。不会障碍我学习，这叫了义。啊，太深的经典，我没有能力学。啊，太浅的经典，我不需要学。这都叫不了义。所以了义跟不了义啊，没有界定的范围。啊，佛只说这个，能够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这就了义。啊，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啊，了脱这三界之苦，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指导我们的方向、目标都是净土啊！佛在《大集经》里面给末法时期的同学授记啊，末法净土成就，这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我们生在末法，我们听佛的话，选择净土法门。啊，净土的经典不多，传到现在总共只有五经一论，啊，只有六样东西。那么这六部东西呢？以无量寿经为大经，啊，净宗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其实分量也不多，啊，只有一卷。我们果然能够一门深入，常。
常识熏修就成就了。今天中午我遇到一个老居士，跟我同年，学得不错，原来头发白了，现在头发变黑了。他告诉我，我以前讲这部经的时候劝人，先把这部经念三千遍。他告诉我，他三千遍念圆满了，头发变黑了，精神好啊，83岁不衰呀。我看了个样子，比我还好，太难得了。能不能成就啊？确实，就在常识熏修，坚持一门深入。他就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每天能够诵一部经，一年360天，一天不缺，每一天一部。一天能够念佛10000声，不难啊！40年前，我也遇到80多岁的一个老居士。那个时候我在凤山莲社，主云法师请我讲经，有个老居士。这个老居士是老佛教徒，他学过密，学过禅，学过教，到退休了80多岁，碰到我的时候，他说：“法师，我现在念佛了。”我说：“为什么呢？”过去所学的那些东西统统不得力，还是念佛可靠。回过头来呀，专门念佛。他告诉我，他一天那个时候念30000声佛号。他怎么念的呢？他精写。就是早晚散步。大概要走2-3个小时。他们有事情，老人们运动嘛。住在乡下。在野外散步。一步一句佛号，那换一句话说，他每天走300步啊，是身体很健康。那一年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好像是84岁，身心健康一门深入啊，所以看到今天社会的现象呢。这一句我们感触特别深。我们想找一个安定的环境不容易。那什么？那要福报啊。我有福报，同学没有福报也不行。同学有福报，我没有福报也不行。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容易死啊，这里头有因果关系在里头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对这个办学的期望啊，我放弃了。我用什么呢？我把我自己学习的方法所得的利益，我都在讲经的时候通通讲出来。同学们，在电视机前面，在网络屏幕前面，你们看到了，你们听到了，我提供这一些建议，如果你觉得可行，你的环境能办到，你就会有成就。
啊，关键就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要坚定相信。佛在经上常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自己要做得了主宰，不能随便听别人的啊！因为在现前的社会，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人会扰乱我们呢，鬼神也会扰乱呐。那怎样才不受扰呢？一概不听。啊，偶尔听到，你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他的话，或情或法或理，跟经典所说的，跟圣贤所说的相应，可以做参考。啊，如果不相应呢，置之不理，若无其事，决定不能被他所转，不能被他动摇，你就会有成就。啊，否则的话呢，这些扰乱你的人，把你拖下水的人，通通都是你的冤亲债主，他不希望你成就啊。那你有成就，他嫉妒啊，他想尽方法来障碍啊。啊，这在现今社会这种现象太多太多了，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心啊，让你上求下化了，尽可能的减少障碍啊，这个要有智慧啊，要有定力啊，你才能做到。那么第八句呢，这是非常之好啊，即你心地清净，必远离生死轮回啊，这一句可以说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了，告诉所有的佛门弟子一个正确的修学目标啊，学佛为什么？为离苦得乐啊，什么是苦？轮回是苦啊！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三善道虽然是乐，不长久啊，时间很短促啊！啊，三恶道之苦。那个时节比三善道不知道要长多久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经典上有比喻啊，三恶道是你的家乡啊，三善道啊是你出去观光旅游啊，度假了。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当中，一辈子当中，你是在家乡住的时间多，还是度假的时间多？这个比喻得好啊！啊，你不出轮回，那就是这种现象。那如果我们在冷静地去思维，我们从早到晚
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起心动念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先想一天的。如果这一天动的念头恶念多、善念少，你就明白了。再下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善恶的标准，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这是佛家的标准，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是恶？佛教我们远离生死轮回。生死轮回从哪来的？从我来的。所以常常想到我，我执就非常坚固，你就出不了轮回。要想出离轮回呀，要把我放下。你看，无论是大乘小乘修行，真修真修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张家大师跟我见面，第一法第一次教给我的，就是教给我看破放下。这话是真的，就非常感激这个老人了。头一天就把佛门里面修学的秘诀传授给我了。那个时候初学啊，听到这个话，似懂非懂，实在讲是不懂。那么这么多年来，愈学越能够体会这两句话，要紧呐！你看看《大小乘经》里面都这么说：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你就证小乘须陀洹。《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这虽然是小小圣，算不得什么小小圣，很了不起啊！他不是凡夫了，他虽然还没出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而且天上人间顶多七个往返，他就超越六道了，证阿罗汉果。菩萨呢，正七性位的菩萨。七性位真的好像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正七性位的菩萨。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八十八品见惑是什么呢？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归纳为六大类五大类，就好讲话了。八十八太多了我们初学人也不容易记住教乘法疏里头有，佛学大辞典里头有，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头有那这五大类就好讲了第一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生活，头一个要放下的知道什么身不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不是我，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生活，
衣服是我所有的，别人要想要我这件衣服，我很欢喜，脱了就给了，就这么样的自在呀！所以要晓得，我这个身体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好像衣服脏了、破了、丢掉了，不要了，再换一件新的。这个是首先要了解，人没有生死啊！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啊！身虽然有生灭了，灵性永恒不灭啊！你看慧能大师悟道的时候，他向五祖仁和尚提出的报告，第二句：“何其自信，本无生灭。”没有想到啊，自信是不生不灭的。那个自信是自己。所以你能够把这一关看破了，不再执着生生活了，你这个见惑里头，无泪也滴泪，你得到了。第二个呢，边界，边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对立。这个是所有烦恼这个根源，要放下，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那么你的烦恼，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矛盾、冲突，都能够化解了。第三种呢，第四种，这两种合起来，中国人叫沉静，就是我们一般讲主观观念，这是错误的。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有什么主观观念？妄想啊，错了，这个放下。这里头有两类，一个是因上的主观观念，一个是果上的主观观念，都是错误，你看错了。最后一种，除了上面这个四类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叫邪见。这五种统统放下了，你就真出果，真的入门了。真正是佛门弟子不是凡人小乘初果一年级大乘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也是一年级你上了佛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五种错误见解还没放下的，没入门呢。我讲经教学这么多年，常常啊勉励同学，就我们现前努力可以能做得到的，我劝大家，第一个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呢，想别人，不要想自己。
第二呢，放下名闻利养。第三个，放下五欲六尘。第四，放下贪嗔痴慢。我讲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都能做到，我们入门了没有？没有。但是到门口了，你能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佛所讲的这五种见惑，你就不难放下了。啊，放下之后，你不就入门了吗？啊，所以我想放下这十六个字，只是到了佛教小学一年级的门口，你并没有进去。啊，进去那要用经典的标准，啊，不是我这个标准。啊，但是我这个标准呢，是经典标准的前方便，就是预备功夫的真干啊才行啊。诸位要知道，如果证得小乘初果，啊，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在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